一生只能展示一次。你如果是胸口碎大石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就该单手洗瓶盖了？没有，我有一项万里挑一的独特技能。我们一定要抛一下，知道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老袁。橘子娱乐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坤音娱乐 BC21 练习生。大家好，我是木子阳。大家好，我是宁超。我是月月。大家好，我是武范。今天我们来挑战犀利问题好多个，请回答120秒，开始。前面打了把游戏就好了，所以他没有陪我，对啊，所以我没有安慰。把游戏898K 还给我抢了，你真是。包哥，奇妙，你这回答很奇妙，有文化，帅，帅，帅。小董事儿，梁亲，岳亲，岳母，房子兄弟。哎，小弟的是什么呀？我是小可爱。小弟的妈妈，刘妈。那你们后面有什么个人的地方？你有吗？胸口碎大石。一生只能展示一次。你如果是胸口碎大石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就该单手洗瓶盖了？没有，我有一项万里挑一的独特技能，就是我的喉结是白的。对，这个足够我吹一辈子。就是唯一一个上过钻一的大神。哎呀，那你们今年万里挑一是最难的？满意全身，我满意我自己的心灵美。就是外貌很丑，对吧？心灵美。他想脱衣服，但是他脑子中的自己是这个样，这个样，这个样，这个样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天拍照片，现实击碎他的梦想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个小干瘦，很瘦弱，就是小猴子。曾经是有一身骄傲的健壮。那不烦最烦。不烦啊，就完美，就完美。他玩，这个真快就把我俩卖了，迟到。我俩那个小车太慢了，我们那个车真的是太慢了。他俩那个大宝马咔就上班去了，我俩还得蹬，我俩前面一个人在前面拧那个把，一个人在后面蹬。我们一定要抛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老岳。说这个小车这点，我俩上班就是他俩那个车好，他那车又宽敞又大，你知道吧？我俩就小鸟，我也不是特别高吧，但是房子很高，然后我也挺大只的，然后我俩骑那个小鸟小电动车就那么一大点儿，那个把就是房就是他那个电动车是这样，你拧那个把，然后你可以踩那个脚蹬子，可以给就是可以加电的，可以提速的，对。我俩都做不到，既拧把式又踩那个脚蹬子，然后另一个人坐下，演一下，对对对，来来，就这样，关键还是带我凡哥，关键还是带我凡哥。就是脚蹬子在这儿，这个小鸟的压力很大，在这儿，这是个老鸟，都这样子。对，算是吧，算是，你说这话有没有良心？是，我跟你说，我俩是这样，我俩就是上完一个月班还欠工资钱，你知道吧？对，有一个月是这样的。我也是很肉麻的，滚。我能说个最肉麻的事儿吗？就是我见过老岳真的最感人的一件事儿。就我们借了两个手机玩一个游戏嘛，他跑进那个圈儿，缩我在圈外，老岳就跑出圈外，就一直扶我一直倒，因为我上线了，一直等我上线，他一直要一边扶我，一边要一边扶我。尤其他老岳能懂这个，肯定能懂这里面的情谊在。那你们如果发生冲突，僵持还一般怎么处理？不解决，就憋着，对。这个笑容有点假。我们这个队伍里面有队长吗？只能说，我要不是年纪大，我才不当那个队长呢。这样小弟这话，我记点了。不会打他。当初为什么想你当队长？还不是因为你最老？对呀、啊。